你看这碗灰爪儿啊，又搁这瞎转，又搁这干闪啊，这又是搁这给我玩心眼子吧？这是，你天天啥活不干，光这搁这走事儿干啊？看看他到底想弄啥？咦，他这是准备出门走位，走，就我也跟上去。哎，我就看看你今天你到底要干啥啊？去养跑一看，哎呦，我非跟住你，我看你今天到底要干啥。哎呦，又拐弯了呀，啊，这是到哪儿去呀？这是我咋没都没来过这儿了？我的个娘啊，真来一路啊！你看看啊，他开到这溜来的，走，赶紧找个树挡住啊，找个大树挡住。开始鬼鬼祟祟，要看看他是准备想干啥啊？提车轱辘弄啥呀？啊，钉子扎住车轱辘了？咦，别让他看见我了。窗也坏呀，后备箱也开开呀，车子有毛病坏呀，修车。臭老虎，叫你成天零花钱都不给我，我今儿背个轮胎卸了，坑你2000块。这次啊，我就说我去钓鱼去，谁给我轮胎偷啊？你万万想不到啊，这轮胎呀、啊，它是我吞的。开干，说干就干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不是人家给轮胎偷走吗？走，给轮胎藏进去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，他这是弄啥呀？一把大劲儿给这轮胎卸下来，还给这给他盖住，想干啥呀？这是啊！我今儿必须不能让你得逞啊！你上来上来，我看看他到底要干啥啊？拿电话呢？拿电话弄啥呀？啊！这电话都打过来呀，赶紧接住，看看他到底要干啥。喂，媳妇儿啊！喂，老婆。哎呀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咋了呀？出啥事了呀？咋？我出来钓鱼，钓了鱼，我过来给看咱车轱辘被偷了。咦、哎，我老天，你咋弄呀？车轱辘都叫人偷啊？不知道被哪逼小子给我偷啊！媳妇儿，你赶紧来吧啊！那你跟哪呀？我给大坑这，大坑这，你带着钱来过来啊！带钱干啥呀？去啊！哦，那带多少啊？带2000块钱嘛，快点啊！哦，那中，好好好。我给他等着你啊！啊啊啊！你看看嘚瑟啊，还叫我带着钱过来啊！我等一会儿再过去。咋了呀，老公？啊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终于来呀、啊！我天，你看看。这可不是老慢吗？你看谁给我轮胎都偷啊！哎呦，这咋弄啊？人家咋会给你轮胎偷着？你弄啥呀？不是我往河去钓鱼去啊！钓鱼，我一上来，谁给我轮胎都给我偷啊！你烦死人啊！你叫我看见他，我两巴掌我都扇死我！你说真是烦人！这么大轮胎，谁给你偷呀？啊？那不这这一块也没监控，哎呀我天哪，这轮胎不值钱，也就1000-2000块钱，哎呀，谁偷轮胎呀？偷谁不中？那非得跟老公家轮胎给他偷的哇？啊？你咋弄啊？我刚才跟朋友打电话，啊，他说借的2000块钱鱼，你给我拿钱交去再买个去吧，啊，2000的都，啊，2000，给钱给我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去换买轮胎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哦，给钱给你，我回家去，啊，这你快点呗。那中啊，老公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带我去哪儿？你放心，走，你跟着我来，啊，来，你闭好眼啊，我带你看一个好东西，给你个大惊喜啊！啥好东西啊，媳妇儿啊？你闭好啊！好，闭好眼，闭好眼，闭好眼。哎呀！啊！不是你躲我干啥？你给我看看，这是啥？我看看，啥东西？哎呦，谁把轮胎弄到这呀？啊！你，哎呀，你接住你
看出你自己跟那轮胎给我卸过什么鱼来，你挺能演戏呀，你是。哎呀，问我要2000块呀，啊，怪能演戏现在是啊，脑子是该想的啥了，毛事干的是不是？哎，这不是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？我知道你跟女人，我跟你开玩笑。知道啊，一天天心里蛋疼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滚哪儿去？滚呀！砸我东西的，我说你砸我背上去啊！你砸我干好，我跟你说。你上去！你咋笨的跟我猪样呀？你上不去啊！你刚刚咋下来呀？啊！你刚刚咋上去？我扶轮下来。不敢相信。